大家好，我是新天激光生物服务工程师，我现在的位置是墨西哥的法尔蒂。我们这次拜访的客户主营业务是钣金零部件加工。我们本次来的目的是安装调试一台3000瓦的1530H 切钣机，现在已经安装完成。我身后是客户的工厂车间，下面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。这是我们本次安装的切钣机，1530H 3000瓦。客户主要切割的是10毫米和12毫米的碳钢，正在操作。水冷机和稳压器。客户正在沟通学习。